而且他是歌唱比赛的常胜军，创作能力也很厉害。那你的牌子要举高一点，没有错。有很热情的尖叫声，让我们欢迎吴文。高中，你们好吗？哇，你看，其实永春高中的同学呢，其实真的都蛮可爱的。哎，其实我有一个疑问哎，有什么疑问？就是永春高中要学永春拳吗？真的吗？真的吗？哎呦！所以永春拳大概是长什么样的？可以有同学挥给我看一下。哎呦，有同学会吗？有同学会吗？哎呦，你这样子我就。可能势必要稍邀请这位同学上来表演一下。对，因为我很好奇，所以好可以吗？那可以吗？应该可以吧？哈，我们请各位同学上台来，赶快，同学，你只有十秒钟的时间，十、九，赶快，最后五秒，五、四，好，谢谢你，因为你真的你学咏春的人动作不能这么慢，好不好？下一次，下一次，好不好？下一次，下一次，好不好？好，那我们呢？文芳呢，在这边要跟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，因为呢，我们文芳呢，入围了 Hit FM 的最佳新人，好不好？对，就是其实入围是一回事，但还是需要各位同学去帮我投票，好不好？因为呢，今天是投票的最后一天了，好不好？对对对。所以呢，所有的同学今天晚上回去，每个人都去投票，好不好？好。那我们文芳呢，边试音我们边聊，好不好？哎，知道了。文芳在去年呢发新专辑之后呢，有办了巡回，对不对？对，
这是我去年九月发行我的全创作专辑《混乱却美好》的，同学有支持吗？有。就算没有也说有啦，有，绝对有，好不好？对，其实去年因为其实跑过北中南的巡回了，然后今年呢，我会带一把吉他，用一个比较简单的方式到很多地方。哎呦，果然，因为呢，跟同学报告一下，去年的巡回因为反应太好了，你懂吗？所有的歌迷要求加场，对不对？对，但其实形式不太一样啦，因为去年是播放的方式，然后今年我希望可以用一个比较跟大家可以很近距离的方式。哎呦，所以呢，边弹吉他边跟你近距离，好不好？让你听到他的歌声，就仿佛他在你面前一样，对不对？对对对。好，那所以呢，大家回去要再继续支持文芳，好不好？好。然后为了这个巡回的开演之前，我就今天特别带了一把吉他。哎呦，小试身手一下。对对，先事先跟同学分享一下。哎呦，所以说，通常看到人家带吉他来，你的双手是不是要举高了？双手在哪里？那我们文芳是否准备好了呢？我要唱这首歌，叫做《孤独的走》。再次用热情的掌声欢迎胡文Thank you.
谢。好的，同学，最近就是天气其实有点多变化，然后像我今天就有一点点那个喉咙肿起来，所以我今天发现了我的一个新的才华，我不知道同学。对，大明星喝水需要尖叫一下。好，我刚刚想说，我不知道你们大家有没有看过《神隐少女》这部，有对不对？然后里面有一个角色叫做无脸男，大家知道无脸男的声音是什么吗？我觉得我现在扫一下就可以模仿出来。无脸男的声音就是为什么那一群男同学会特别的嗨？好了，我只是无意间发现我今天的一个新的才华，那搞不好之后声音好了就不一样了。所以希望今年，小巡回的演出上面可以看到各位同学。然后，如果大家想要知道详细的场次的话，就是可以上我的粉丝专页打吴汶芳，你们有帮我按赞吗？好，近期会公布我的巡回的场次在上面，然后就会用一把吉他的方式来跟大家见面。请问刚才有位同学在跟我呛虾吗？好了，没有，因为那群男同学特别的热情，然后我就觉得，哎，现在是发生什么事？好，然后，我去年发行我全创作专辑《问问却美好着》，所以接下来我要唱的最后这首歌也是收录在我的专辑里面。然后这首歌我当初在写的时候，是因为我在做决定的时候，很常会有矛盾的状态出现。所以我就把这种矛盾的心情写到这首歌里面，然后我会在歌里面问大家一个问题，至于是什么问题，我们听听看就知道。这首歌叫《踹踏板送你们》。偏走偏右，无法淘汰。
身高的同学舞。